公权的视频可能要延后了。那今天先讲八卦掌。那今天还是要有一个主题的，接上一次形意拳的，那我就今天讲一横一竖。所以呢，我这边有几个闯关活动，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做，看能闯到第几关。那我们今天讲一横一竖，就一横一竖。一横一竖不是这样子，一横一竖是后面那个扭力是比较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当然可以先把手拿出来，这是竖，往下打横，回到这边竖打横，竖打横，竖，好，换手，打横一竖，打横一竖，打横。好，这就是第一关。那进到我们第二关，我们一样把手拿出来，但这只手是往下打横。来，一，两手一起动，二，三，四。形意拳的呢，可以用抓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我们第二关。好，到我们第三关，一样，我们把手拿出来，这手打横。是竖的，就一横一竖，一翻掌，哎，我们再做一次，一两手一起翻掌，身体往打横，二回来搓起来，一打横，二。搓起来，一、二，搓起来。这是我们第三关。我们第四关一样很简单，就把手拿出来，一只手就好了。一，往下。二。往下，回来，这只手也是一样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这是我们第四关。哎，今天最后一关有点困难。不过可以试试看，要我们把手拿出来，一手打横，一手是竖的，一、二，两手是一起动，一样，一、二，一、二。这是我们第五关。那稍微讲一下结构的事情。形意拳也是起转落翻，形意拳是起转落翻。那八卦掌也是起转落翻，就是起转落翻。这也叫起转落翻，起转落翻，只是翻到这边而已。起转落翻，翻，起转。翻合，所以这是起转
翻起砖，翻起砖，翻翻。那怎么测试呢？手放在前面，这边。如果你有 partner 的话呢，也要帮你拍一下，前面、下面、这边、侧边，这叫撑力。这边，这边也是撑力。那八卦掌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这一只手，这边坠走，这边坠下去，就这个动作，可以往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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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我可以回来，手放在这边，有没有？手放在这边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打，手放在这边，打，往下也是可以，这边往下也是可以。当然我们可以往到。这么上面，这都是结构。再来一个往上打，前面的上面，这是往上，上，还有往下，这个手不变。把它压在这边，这个叫压，压在这边。那下一次呢，我们真的会做崩拳的视频，崩拳的。那敬请期待。